人行道可以骑车吗？我在停这里啊，这是菜市场，知道吗？这里叫做人行道，公共土地不能骑车。骑车吗？不然呢？你看啊。好，到底了。讲啊。我是搞你们事，我是壮蛋，现在这个年轻人不能骑。是哦。啊，谁骑在人行道啊？拍啊！拍啊，当然拍啊！我找你们学校。谁骑在人行道？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先拍一点，先拍一点。麻烦你们了。这里没有人行道啊！你是学生，而且我可以跟你耗。耗啊，我没差啊。我要到你警察留个记录。好啊，看到时候留记录的是你还是我啊？我无所谓啊，我退休无所谓啊。我也没差啊。好，你学生好，以后你工作，你只要一个警察留一个污点。我只是你比较像会留污点。我无所谓啊，我现在退休，我也不用工作了。好啊。比较年轻的，好啊。以后你工作，我像儿子要娶一个良民车了。嗯，你没有良民证，你如果想找到好工作，我不这样哈。现在到时候这条不能骑车上来，要我编的道具啊。你如果说人家就是不能骑车啊，我跟人家讲这样是没错，你就跟人家道歉就好了。我说干嘛要？对啊，我说讲说这么做具体的，难怪人家会兴奋。啊，像他也没受伤，你就跟人家道个歉，不是你自己就没了吗？因为啊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只是。他说你错嘛，要干嘛一直就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样方式，对，你是不是要当着第一个道歉？对，对啊，而且他该不觉得自己有错误。我说别动，万一跟这天地处理歹事，你不他妈一点动。你要你就停在路中间啊，交警会把你赶走。来，交警，说明一下。他被拍照吧？会啊。什么时候会拍？哪里咔嚓？照相机在哪里？我想看。你就停在路中间啊，交警会把你赶走。来，交警，说明一下。他被拍照吧？会啊。什么时候会拍？哪里咔嚓？照相机在哪里？我想看。